圣贤，嗯，请问你是否愿意接受啊惠莎小姐作为你的妻子，并在合法的婚姻利益上共同生活在一起？你愿意吗？我愿意。很好。而在你有生之年，你身为这位爱他、尊敬他、安慰他，并尽其他的人事，永远的对他重视，你会吗？会。哎，很好，真的很喜呀。非常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把郑贤先生作为你的丈夫，并在合法的婚姻利益上共同生活在一起？你愿意吗？愿意。而在你有生之年，你是否这位爱他、尊敬他、安慰他，并尽其他的人事服务，对他重视节目呢？会。哎，太好，现在是交换这个重要的。非常诚意的把送给郑先生，谢谢。彼此永远忠心，爱情永恒。我仅送你这枚戒指，和你结婚。哦，很好，各位嘉宾，请到我这里，掌声。
OK， 掌声鼓励一下，谢谢。OK， 到我的表演。So basically， 我是个女孩了吧？我要 thank you 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阿弟，帮我留下来陪伴这些。阿弟、Francis、阿婷，听我讲话刚就吃了啊。LV 也是 ，LV 很早就忙来帮我了。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介绍给我 ，Everything，Thank you very much。好，帮我我要 thank you 我的兄弟 Ash、LV、林杰、阿周，谢谢你们今天帮我跟他分干。Did a good job,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en of course, 还有 sister， 没有你们，一定会上天也是很难算到今天。So sister， 谢谢你们高抬贵手 ，for my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Then 我要 thank you 我的然后放在我的干爹干妈，then 还有姐姐 ，yes， yeah， then 还有我的friend， friend 亲戚啊，亲和亲戚朋友们，谢谢你们大家过来上。Cherry, Patrick, James, Bobby